疾风大王找到出路了。多亏了大王，走吧。好。奇怪，香儿，难道轴承又坏了？奇怪，没有啊。莫不是刚刚跳崖的时候摔着了？我没事，转一转，扭一扭就可以动了吧？瞧。修得好吗？我检查一下。那个，虽然现在是机关的身体，但总觉得有些不好意思。阿兄和疾鹏大王可以先回避一下吗？哦，好。正好，小鬼跟我来，看看有趣的东西。小丫头，红姐姐帮你检查机关呢，别淘气，快撤了借物代行的法术吧。嗯。奇怪，真的没有什么损坏啊。我真的没事啊，刚刚就说了。没事啊。嗯，那就是有事咯。你说吧。大王，要我看什么？到了就知道。好。对了，我还以为大王会先一步回墨浪河去的，怎么又回来了？我怎么可能先回去？大小姐可是吩咐过，要我好好照顾你们的。你们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要怎么跟大小姐交代？多谢大王了。刚刚若不是大王出手，我们可能真的要交代在这儿了。哎，要不是你太笨，也不必搞得这么惊险，搞不好轩辕剑也可以顺利带走。是我心急了。对了，我还以为大王会先一步回墨浪河去的，怎么又回来了？我怎么可能先回去？大小姐可是吩咐过，要我好好照顾你们的。你们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要怎么跟大小姐交代？多谢大王了。刚刚若不是大王出手，我们可能真的要交代在这儿了。要不是你太笨，也不必搞得这么惊险，搞不好轩辕剑也可以顺利带走。是我心急了。
看，这里是人为修建的，有状况。没错，开门！大意水刀，没想到从上面跳下来，竟然跳这儿！山山河东，山北河西，改变真大！休养！大人，枢元器取出的元灵一样送往瑶山吗？不，全部送到昆阳去。大人，之前墨皇将军不是说元灵一律送往瑶山？若是送往昆阳，那天火炮……师兄他找到了上古神器轩辕剑，用来为天火炮注入能量，绰绰有余。此战平定绿林贼党之后，师兄许诺的太平治世便不远了。这些元灵省下来送往昆阳战场。是，去吧。枢元器似乎正是凤林村设置的机关，看来是为了量产武器而做。不过这样的规模大上许多。疾鹏大王，你说疾鹏大王，疾鹏大王，小鬼，好机会！啊，本大王帮你把门锁上，你去解决那个婆娘，把元灵武器抢过来。我回去叫红儿和香儿过来。蠢呐，你往返一趟就来不及了。等等，这是异地山的黑雾大妖。大王说的对，还是我来吧。机不可失，快点动手。本大王在此坐镇，你快去吧。
哟，是个小伙子呢。来呀！无耻，宰了你们！休养！李军驻扎于此，肯定有什么理由。啊？那你还不快找找？射天火炮于瑶山，我亲自坐镇，各路贼人若赴昆阳，一举歼之。
元灵武器被妥后，速送瑶山折冲营。我已向朝中求援，调40万大军来此，截击贼党。近日贼人横行，师妹行事务必小心。阿兄别紧张，是我们。左右等不到你们，我们就自己过来了。你们没遇到李军吗？顺手解决了。这里怎么回事？好多元灵武器。这是个好机会，我们可以将计就计。怎么说？李军计划把这些元灵武器送到瑶山的折冲营，估计墨皇会在那儿带着轩辕剑为天火炮注入能量。我们伪装成护送元灵武器的李军，就能潜入折冲营，如此便能找到墨皇，夺回轩辕剑，也能试试摧毁天火炮。可我们都被李军通缉了，要怎么瞒过搜查？这事可以请文书帮忙。我们躲在马车里头，让绿林军的士兵伪装成李军。小鬼此计甚妙，正是本大王刚刚想说的。李军本是精锐部队，人数不多，或许没那么容易混入。不过只要能靠近折冲营一些，就有机会。对，能够绕过王莽的40万大军就行了。等等，40万？可以一试，毕竟眼下也没有更好的方法了。有阿兄和红姐姐在，我是不会怕的。本大王身经百战，自然是不会担心。既然大王不担心，那就这么办。我们还得仰赖大王的才智，要是大王不愿，那就……晓得了，本大王就来见识小鬼的计谋有没有用。再怎么说，轩辕剑还没拿回来呢，可不能放过那家伙。先离开这儿吧，事情闷得本大王浑身不舒服，毛都塌了。你们刚刚聊了什么吗？你猜。香儿，你们刚刚聊了什么呀？嘿嘿，you